谈到了什么 ？Anova 对不对 ？Anova 做什么呢？做的是这个三个以上的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比如说有三个啊、四个啊等等，以上的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这是 Anova 对不对？但是 Anova 的 HA 只有是什么？A 是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说哪一个？他只有说至少其中有一个平均值跟其他的平均值不同而已啊，对不对？他没有告诉你到底哪一个平均值跟其他人怎么样，或是哪些平均值跟其他的平均值之间怎么样子的不同，通通都没有讲。他只是好像给你一个暗示说。这里面是有不同的，就这样而已，对不对？这里面是有不同的，那到底怎么样不同呢？我们要花两个礼拜来讲这个东西。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放了 contrast。然后下礼拜会讲学费的，或者是Duncan 的，或是 Fisher 的，或者是Happy 的，英文库的。好多，其实这些的测试很多。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除了 orthogonal contrast 以外呢，其他都是什么？很多人名，对不对？还是什么？每一个人提出来一个说法，然后一个式子，那就用他的名字来表示说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所以那个方法呢？非常的多的时候，那其中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稍微修改了其他人的一些些东西，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会在这里面呢，找几个比较典型的来讲，哪几个呢？这个，这几个。Tucky 他本身呢，比较这个严谨。比较不容易显著的意思，啊，比较不容易显著，所以呢，它这个被用的比较少。那这里面呢，在生物上面用的最多的就是 Duncan， 啊，就是 Duncan。那这几个呢，我们下个礼拜讲。我们今天就讲我说我的 contrast。那以后呢，你们再看期刊的论文。的时候呢，你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有关的 test， 的人名又跑出来了一个 test， 啊，但是基本的概念都差不多。当我们讲完这个的以后，大家就知道，它基本的概念是差不多。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人提出来的一个 test 的时候，大家就要自己去找一找书本，或者上网去找一找它到底公式。那基本的 test 的精神差不了多少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当什么？当做 ANOVA 的时候，我们拒绝了这个，接受了这个，就是说至少有一个。跟其他的 μ 不同的，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个以后，才要再继续做下来的。那假若呢，你在 ANOVA 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 HB， 说它都相同的时候，那后面这个你就不要再做了，了解吗？不要是杂嘴的。
发，然后呢，自己去拿个这个矛盾的东西来跟自己过不去，了解吗？所以我们后面要讲这个这个东西，是只有当我们拒绝了 H 零，接受了 H A 了以后，才要继续往下做的事情。假如你在 ANOVA 的时候已经接受了这个 H 零，又承认说这些 μ 都相同的时候，μ 都相同的时候，哎，后面不要再去做了，不要再画蛇添足，了解吗？好，好，那我们是以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做来继续做下来。那什么叫做 orthogonal contrast？ 我说过了哈，它在这个数学上、统计上，它叫做正交，对不对？什么叫正交？垂直，很好，不错。那垂直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彼此独立的意思，好不好？什么叫彼此独立？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观念呢，或是这个东西呢，跟我们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用的方式哈，我先把它写出来，把它的这个说法写出来，说明写出来，写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按照着这个说明呢，我一项一项的讲，好不好？我们先把它写出来。什么叫做 orthogonal contrast？ 那请你就把它先写下来哈。什么叫 contrast？ 好不好？我们先定义什么叫 contrast。
此独立的 Sound Square， 然后每一个 Sound Square 有 Degree of Freedom 是一的，然后有 K 减一个，然后这些 Sound Square 呢彼此独立，然后加起来呢就正好等于 SS Trito。 好，我们会慢慢一个一个来讲，你刚开始还不太了解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好，首先呢，我们要讲什么叫做一个 contrast， 是这个东西 summation ci 等于零。那跟我们刚刚讲的 ANOVA 里面有 k 个 treatment 的平均值有什么关系呢？想想看哈、假若我们的 treatment， 比如说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treatment， 那我们的 ANOVA 的做法呢是怎么样子呢？要从这些 treatment 的 y bar 里面，要从这几个的 y bar 里面呢，要来 test 什么东西呢？ mu 一是不是等于 mu 二等于 mu 三等于 mu 四？对，所以是怎么样？等于是有四个族群，然后它所 random sample 出来的这个四个样本。那它的平均值要来看这四个平均值是不是相同的。好，那什么叫做是一个 contrast？ 我们刚刚讲过，在 ANOVA 里面我们已经不承认这个了，对不对？已经说这个是被拒绝的，然后至少有一个 mu 跟其他人不同。那你要看怎么样的 mu 不同呢？假设就是说，假设呢，我想要知道这一个的平均值跟这三个的平均值之间，不是这一个的 mu 跟这三个族群的 mu 的平均值之间是不是相等？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我们会怎么写？我们会写说，那 mu 一是不是等于三个 mu 二加 mu 三加 mu 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想继续知道说，哦，既然这个是不成立，那里面有可能有不同的东西。那我想 test 说，那第一个族群的平均值跟二三四个族群的平均值的平均是不是相同呢？假如我想要测试这个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其实呢，相当于什么样？我把三移过来。相当于我是在测试什么？三个 mu 一减掉 mu 二减 mu 三减 mu 四，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这样子？是吧？啊，你把三移过来以后，把这个移到左边来，然后是不是等于零？好，所谓的 c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系数，这个系数。所以这个系数是多少？一二三四这样看过来的话，这是第一个族群、第二个族群、第三个族群、第四个族群的平均值的话，它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ci 是多少？这个是三，这个是负一、负一、负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看看什么叫 summation ci， 把这些 ci 都加起来的话，等于零。三加负一加负一加负一是不是等于零？所以它的 summation ci 是什么意思？就等于三加负一加负一加负一，所以它是不是等于零？这个来讲，它的 summation ci 是等于零，所以它就是一个 contrast。OK，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是这样子，我们想知道。这两个族群的平均值跟这两个族群的平均值的平均之间是不是相同？也就是什么 ？mu 一加 mu 二是不是等于 mu 三加 mu 四？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测试？我们想，假如我们想要知道说，那这两个的平均跟这两个平均之间是相同，我们可以这样子吗？或者是说你要除以二也是一样啊？一样。那这一个呢？把它把系数做出来的话，就变成 mu 一
加 mu 二减 mu 三减 mu 四，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变成这样子？好，那这个的 summation ci 是不是等于零？它的 ci 是等于多少？一 ，mu 一前面的系数是一 ，mu 二前面的系数是一 ，mu 三前面的系数是负一 ，mu 四前面的系数是负一，所以 ci 是一一负一负一，一一负一负一加起来是不是等于零 ？summation ci 是不是等于零？所以这也是一个 contrast， 好不好？所以。一个 contrast， 它的条件就是说 summation ci 等于零。那接下来就问，什么叫做 summation ci 等于零？就叫做是一个 contrast。想想看，什么时候这个 summation ci 会等于零？一定是什么？有一堆是正的，有一边是正的，有一组是负的。正的系数加负的系数加起来是相等的，才会等于零嘛，是不是？那既然有一边是正的，一边是负的，而且两边加起来等于零，就表示什么？这两边是怎么样？是相同的，相同的位置，然后呢，彼此是对比的，所以它的比较，假如 summation ci 等于零的时候。就是在做什么？我在比较说这一群正的跟这一群负的之间是不是相同的意思？这样叫做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比，像拔河赛一样啊，有两对，然后在那边拔河，这一边跟这边相同的时候，所以那条线是在等于零的地方，是相同的，等于零。啊，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个 contrast 呢？是怎么样？我在看。我的这个的三倍是不是等于这一个的？所以是在比较谁 ？mu 一跟这个之间是不是相同？所以是什么？一个对比，叫做一个 contrast。这样了解吗？所以所谓的 contrast， summation ci 等于零这样的条件，其实换成另外一个我们普通的概念，就是说有一群人跟另外一群。怎么样在对抗，然后这两个呢是相同的嘛，所以加起来才会叫做等于零嘛，这样了解吗？可以接受吗？这样叫做是一个 contrast， 是在比较说这一边正的跟这一边负的是不是相同的意思，可以吗？接受吗？所以自己会不会写一个 contrast？有类似这样子写法，这个 ci， 等一下让大家练习，是那个 ci 自己要会写，就是说我想要测试什么的时候，我的 ci 是不是就写得出来 ？OK， 所以第一步它是要变成是 contrast， 是在比较正的跟负的这边。好，那现在呢，接下来是说什么？有两个 contrast， 两个 contrast。它要彼此 orthogonal 的话，要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那它两个就彼此 orthogonal。好，那什么叫做是这个两个 contrast？ 这是一个 contrast， 对不对？这是一个 contrast， 这是第一个 contrast。第二个 contrast 呢，我能不能这样写？假如我的 ci 是这样，一负一零零，可以吗？这是不是一个 contrast？ 这个假如是这第一组的 contrast， 我们选 ci 等于零；第二组的 contrast， 我们选 ci 是不是等于零？这个 ci ci 这是不是等于零？一负一零零，这个。这个是在 test 的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在 test 的什么 ？mu 一减 mu 二是不是等于零的意思 ？mu 三、mu 四因为都系数都零，等于是没有了。所以这一个 contrast 是在 test 说这两个之间 ，mu 一、mu 二之间是不是相同？这样了解吗？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 contrast？ 是啊，它是这两个，它是算比较，这个是不是等这一个的意思？所以 C 二 I 等于一。好，这两个都是 contrast， 然后是不是彼此 orthogonal？ 怎么看？什么叫做彼此 orthogonal？ 是什么 ？summation C E I C 二 I 要等于一。什么叫 summation C E I C 二 I？ 我这边的 C E I 是这个 ，C 二 I 是这个。那 summation C E I C 二 I 怎么算 ？C E I C 二 I 怎么算？一乘一。加上呢，一乘负一，加上多少？负一乘零，加上呢，负一乘零，所以它是不是等于零？四，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彼此我说过，可以吗？所以它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这两个彼此，这两个它本身都是 contrast， 这个是一个 contrast， 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 contrast， 被我弄掉了，这个也是一个 contrast， 对不对？这个是 contrast， 这个也是一个 contrast， 那这两个 contrast 彼此 orthogonal 的话，就是这两个的系数乘起来，把它加起来的。好啦，下一个，我说过 contrast， 第三个 ，C 三 I， 我可以这样 ，summation C 三 I 是不是也等于零？第三个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contrast？ 我这样一写的意思表示说什么？我的 H 零是要 test 什么 ？C 三减 C 四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这样的？这样的 null hypothesis， 你要 test 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所以这个是要 test， C 三减 C 四是不是等于零？是要 test 这样，或者是说要 test 的 C 的 mu 三是不是等于 mu 四的意思？了解吗？那这个是要 test 的 mu 一是不是等于 mu 二？第一个是要 test 的 mu 一 mu 二的平均是不是等于 mu 三 mu 四的平均的意思？好。那这是一个 contrast， 好，它跟它彼此是不是 orthogonal？ 是吧？怎么算？一乘零加负一乘零加零乘一加零乘负一，是不是等于零？所以这两个彼此 orthogonal， 这两个彼此 orthogonal， 还有一个是谁？这个跟这个是不是 orthogonal？ 一跟三是 orthogonal， 是哦。一乘零加一乘零加负一乘一加负一乘负一，是等于零。所以这三个呢，本身都是 also 都是 contrast， 是不是？都是 contrast。然后呢，这三个 contrast 呢，两两之间彼此都 also 对不对？他跟他 also 他跟他 also 他跟他 also 两两之间彼此都 also。所以这个叫做一组的 orthogonal contrast，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怎么样子。我现在假如是 treatment 有四个的话，我的 treatment 的 k 等于四，对不对？ treatment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等于多少？三，是不是？ SS treatment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三，了解吗？这就是我最下面讲的这个。Degree of freedom 为 k 减一的 SS treatment，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假如我们写得出来一组的这个 orthogonal contrast 的时候呢，那么这三个呢彼此都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去算一个这一个的 sum of square， 这一个的 sum of square， 这一个的 sum of square， 好不好？那这三个 sum of square 呢？加起来呢，就等于 SS treatment。哎呦，任何事。好，这三个 sum of square 彼此加起来呢，就等于 SS treatment。画图给你看，什么意思？你知
上我们在 ANOVA 的时候 social variation 有什么？有 treatment， 有 error， 有 total， 对不对？我们这里有一个叫 SS treatment， SS error， SS total。OK， 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是 k 减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这个呢， n 减一乘上 k， 这个呢， n k 减一，对不对？那我们的要做 F test 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 MS treatment， MSE 把它算出来了以后，用 MS treatment 去除以 MSE。这没有问题吧？然后 ANOVA 里面我们说，我们算出来这个只要显著了以后，继续往下做，往下做 test 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这边有 k 减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然后这个 SS treatment， 那我继续把这个 SS treatment 往下分的意思，我往下分什么？我分成为三个，叫做是什么？第一个 contrast， 第二个 contrast， 第三个 contrast， 每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一的，听得懂吗？每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一的，所以呢，我这个 contrast 出来的 sum of square 出来的话，就 ms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了以后呢，大家除以 ms 一就知道是怎么样，它的 f test 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接受，还是说这个是不是 H 零是接受，这个 H 零是接受，那这个的 HA 就是什么？不等于零，这个的 HA 就是这个不等于，这个 HA 就是这个不等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可以这样子来分来做 test， 这样了解吗？也就是说什么呢？假如我们在这里ANOVA 里面所有 data 的变异叫 SS total， 对不对？ SS total 里面，我们在 ANOVA 里面已经先把它分的，有一部分叫 SS treatment， 一部分叫 SS error， 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从 SS treatment 里面知道说，ANOVA test 告诉我们，这里有某一些 new 是跟人家是怎么样子的不同，是不同的。然后我就继续做下来。好，到底怎么样不同呢？我就把这些 SS treatment 呢，用 orthogonal contrast 的方式呢，分成几块，几个不同的。比如说有一块这个 SS 一、SS 二、SS 三这样子。然后这三个加起来就正好等于 SS treatment。那每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一的，这样。就是再继续把它抽丝剥茧，那你当然会想说，老师，那这个叫做一组的 orthogonal contrast， 我能不能写不一样？一组 orthogonal contrast 可以哦，可以，知道吗？就看你想要 test 什么东西，你的实验的目的，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你来写这个 CI， 所以这个 CI 不是随便乱写的，是照你的，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觉得，哎，我想要比较这个跟这个之间有没有差异，所以呢，我的 CI 就是这样写嘛，了解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做出来这一组这样子，是一组 orthogonal contrast 的 CI， 我能不能换一下，不一样的，来，我们换一下，什么样子的不同的一组出来呢？我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组？好，这个是我们的 ANOVA 里面的 test， 对不对？假设 F 已经是显著了，好，那我们继续做下来。第一组的 CI， 我们可不可以要比较什么？假设我们要比较第一个的跟后面三个的平均值是不是
相同，所以我们就可以是什么三负一负一负一，可以吗？我这样一写，你就知道 H 零怎么写法了吗？可以吧？就是表示说 H 零是在 test 的什么？三个 mu 一减一个 mu 二减一个 mu 三减一个 mu 四，是不是等于零的意思？那它的 HA 就是不等于零啊，也就是说它是在 test 里说 mu 一是等于三分之 mu 二加 mu 三加 mu 四的意思，了解吗？所以它是在 test 什么？是 test 这一个跟这三个的平均值之间是相同。第一个 CDI 是这个，第二个呢 CLI 呢？这是一个 contrast， 没问题。首先你要让它是成立，说是 contrast。好，每一个你写出来都要是 contrast。然后呢，之后呢，两两之间都要是 orthogonal。好 ，CLI。那你接下来怎么样写？你想要知道什么？二三四这些，你刚刚已经比过了，一跟二三四这一堆之间有没有相同啊？比了以后，你继续再比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这二三四之间呢，我想要知道什么？假如我想知道三跟这个 mu 三是不是跟 mu 二、mu 四的平均值之间是不是相同？我可不可以这样写？这是不是一个 contrast？ 是哦，对不对？这两个有没有 orthogonal？有，怎么样？有，三乘零加负一乘负一加负一乘二加负一乘负一等于零，对不对？好，第三个 CI， 我怎么办？所以第二个是比谁？是比这一个跟这两个的平均值之间是不是相同？第三个呢 ？CI， 我就只剩下我可以比这样子。第二个跟第四个之间是不是有相同？好，这是不是一个 contrast？ 是，它跟它有没有 orthogonal？ 有，零乘零加负一乘一加二乘零加负一乘负一是等于零，这个乘这个也是等于零，三乘零加负一乘一加负一乘零加负一乘负一也是等于零，所以。这三个 contrast 两两之间都彼此 orthogonal， 那变成一比的 orthogonal contrast。所以，假如我们等一下会教你怎么算出它的 SS， 那算出来它的 SS 的时候呢，这三个 SS 加起来呢，应该就等于 SS treatment。OK， 所以呢，这种 orthogonal contrast。是可以写成很多不同组的，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写这个呢？是照你自己的研究的兴趣，我想要比较谁跟谁，那这边就出来了。你说老师怎么那么神呢？那么随便给他一写哈，就出来是 orthogonal， 怎么样 ？orthogonal contrast 这 CI 哈要怎么写呢？有一个诀窍，比过的不要再比。已经比过了的，你不要重复，这样才叫做是什么？独立嘛。教就是这个意思，知道？比过的不要再比，什么意思呢？什么样叫做比过的再比？告诉你的话，比过的再比是什么？假设是这样，好，假设我第一个是比这个，我第一个，假设我第一个是这个。跟这个，那我呢？我第二个我条怎么写？我第二个条我写说，啊，那我想知道这一个跟这一个之间是不是有相同？啊，那我就这样写，对不对？一负一零零，对不对？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是不是相同？是这样写法。啊，有没有我说过？没有了，为什么呢？刚刚已经有比过这个跟这个之间的。所以你继续再写说这个跟这个跟刚刚已经有重叠了，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你可以注意，我们刚刚比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是这个它跟它之间，那谁没
们之间没有比过，所以可以再继续比。他跟他们任何之间都不能再比了，因为刚刚在他跟他们三个人平均之间比过了，这样了解吗？比过的不要再比，就是没有比过的，自己原来在同一国的继续比的意思，了解吗？本来在同一国的，谁在同一国？在这里是同一国的，对不对？不同国的，不同符号的，不要再继续来比了。接下来要写的一定是同一国的，同样都是符号，同样都是正号的之间来比的。所以呢，假如我们第一个，假如譬如说我们刚刚比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一负一，好。假如是这个的话，你能不能接下来再比说这个跟这个之间有没有相同？我不能比了，因为重叠了。那接下来能够写的是谁？谁没比过？相同符号的之间没比过，所以我下面可以写一负一零一。那下面呢？它相同符号没比过，这样子，这样就我说过起来了。这样了解吗？比过的不要再比。所有的比都是在原来是在同样符号之内的同一国的继续在比，这样知道吗？它就会变成 orthogo。 来，给你们一个挑战，来 ，μ1、μ2、μ3、μ4、μ5， 五个，写写看。五个的话 ，k 等于五，所以你会出来一组彼此 orthogo 的是有几个 contrast， 四个 contrast 的，对不对？那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啊，写一下，马上写一下。假如你刚刚已经听懂了的话，十秒钟就写完了。写一下。来，你这一组 orthogonal contrast， 所以我们会有 C1I、C2I、C3I、C4I， 对不对？因为我们 K 等于五的话。所以 k 减一的话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四，所以我们应该会有四个 ci 的这个 contrast 出来，然后彼此是 orthogonal 的一组，你能不能写出一组来？那当然，可能每一个人写出来不太一样，看你自己有兴趣要 test 谁跟谁之间的比较呢？很好，谢谢你。你看，我帮他登记一下哈。好，这个是一组，我说过 contrast， 应该还有人是写不一样的吧？有没有人写不一样？譬如说是第一个开始写是这两个跟这三个之间，有没有不同的？有没有人一开始是这样写法的？我们请他写过。我想你想要写，对不对？好，来出来。来，写这边。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就帮你订正一下。哎，第一个就不是 contrast， 哎，对。第一个不好的 contrast， 你怎么比？你这样怎么比 ？contrast 两边呢？那但是你可以修正啊，修正两组而已，这个变成有三组了。contrast 是两边对立，对比两边，不要变成三组在那边。
不要变三强鼎立，我没有那么政治，我们只要两组来比就好了。两强啊，两组就好了。两组就是只有两边呐、啊。好，那没关系。那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来？好，来。
前哈，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的所有的 T test 是不是等于某一个 variable 减掉这个 variable 的平均值，除上这个 variable 的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Variance 开根号，那它假如是族群的话，就变成 Z。它假如是样本的 variance， 就变成什么 t test， 是不是这样子？就像以前啊，我们有讲过，假如是 x bar 的话，减 x bar， 那这边是什么？根号 n 分之 s， 就是一个 t test， 了解吗？那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只是说呢，这一个值不是只有一个值，要变成是这一个。讲复杂一点，但是呢是一般通用的字。什么叫说是一般通用的呢？我们的 U 要写成是这样，
这是族群。那假如我们在 ANOVA 里面用样本的来的值来估计这个族群的 variance， 用什么来估计它呢？ MSE 对不对？用 MSE 来估计这个族群的 sigma 平方，对不对？所以呢，在 ANOVA 里面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 C1 的平方乘上 N1 分之 MSE 加上 C2 平方乘上 N2 分之 MSE 等等。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那假如 N 又一样的时候，那就更简单了。如果 NI 是相同的时候，它就变成怎么样子呢？就变成什么？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每一个 MSE 都把它提出来，都一样嘛，哈、哦。然后呢 ，summation CI 平方全部把它加起来，然后乘以 n 分之。啊，假如 n 是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就变成什么东西？再乘上 MSE， 其实就把这个 n 是放到下面而已，这样知道吗？所以它的 variance 以样本来看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了解吗？你记得前面我们做 t-test 的时候有做过这样子 t-test 的时候我们有做过什么？两个族群的平均值是不相同，我们有做过两个族群的平均值是不相同，以例子来讲的话是这样，然后要来 test 什么 mu 一减 mu 二是不是等于一，是不是？那这个其实这里面的一个特例而已，知道吗？我们讲过这个，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呢，它的 variance 是多少？你记得它的 t-test， 这边的这个 t-test 出来是多少？一，这个 variable 是多少 ？u 是多少 ？y 一吧减 y 二吧减这个平均值，我们等一下来讲啊、哦。这个平均值是多少？Variance mu 是等于这样子，对不对？是等于这一个或这一个。然后呢，假如是 mu 的这个 mu 是等于多少？直接是 c 1 mu 1加上 c 2 mu 2加上 mu 1。OK， 它的平均值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假如这边的话，其实就减掉 mu 1减 mu 2。它的平均值嘛，然后除上它的 variance 开根号，对不对？好，它的 variance 开根号，它的 variance 是多少 ？y 一 bar 减 y 二 bar 的 variance 是多少？是这个或这个，对不对？它是多少？它的 variance 用 y 一 bar 减 y 二 bar 来看 ，y 一 bar 的 c 是多少？对不对？它的系数是多少？这个是不是一？这个是负一，对不对？是不是一跟负一？所以呢 ，summation 这个是多少？是变成这个样子？你记得是这样子吗？了解吗？那只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在 ANOVA 里面 S1 平方 S2 平方都一样，都是用 MSE 来取代，所以这个叫做 MSE 的，了解吗？所以变成 NI CI 的 summation CI 平方。那这边所谓的 summation CI 平方要特别注意是变成加的，加起来，所以它的 variance 变成是多少？ CI 变成是这样子的时候，它的 variance 变成多少？这个 U 的时候变成是多少呢？是
变成是什么 ？ci 的平方先出来，在这里 ，ci 的平方 ，variance。y 一加上 c 二的平方 variance y 二放 ，OK， 所以它是多少 ？c 一的平方是多少？一嘛，一的平方乘上 variance y 放 n 一分之 c 嘛一平方加上多少？负一的平方乘上 n 二分之 c 嘛二的平方，了解吗？可以吗？那。在这里的时候，样本的时候，我们用 s 平方来取代，所以呢，它会变成什么？一的平方乘上这个变成 n 一的 c 平方加 n 二的 c 嘛二平方的时候，当这两个假如都用 s 平方来取代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变成的 n 一分之 s 一平方加上 n 二分之 s 二的平方，是这样。所以下面这个是这样来的，只是它的一个特例而已，只是这个很多的这些 ci y bar 的一个特例而已。那所以呢，这边是加的，加起来，为什么这里是加的？它其实是 ci 的平方的以后变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出来了，变成什么样子？一般式，我们就可以用一般式来做了，好吗？这个写好了吗？我可以擦掉了吗？所以擦掉了以后，我们要继续扩展，不是只有 y 一半减 y 二半。假设了，假设我们要来做什么？三负一负一负一的时候，那它的 variance 会变成多少？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t-test 是这样子，那假设我们要来看三负一负一的时候会是多少呢？我们把它擦掉哈、哦。
九加一加一加一，九加三四十二。这样会吗？所以下面的话，分母就是这样，然后分子是上面的一样哈，不过了，可以吗？这样就会变成一个 t test。啊，这个 t test 就要去查表多少，查什么？假如是阿尔法零点零五的话，就查零点零二五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呢？ degree of freedom 查 MSE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那个 t test， 了解吗？那这个呢，我们要继续把它拓展一下，变成什么？记得前面讲过 t 平方等于 f 这样的一个 test 吗？怎么样？ t 平方等于 f。所以我们假如把这一个 t 变成 f 的时候，它变成什么样？这个上面叫做 summation ciyi， 好不好？这是一个 t test， 这样。好，那假如 t 平方等于 f 的时候，我们的 f 会变成什么东西呢？把什么 summation ciyi 的平方分母呢？根号就不见了 ，MSE， 或者我们把 MSE 放后面好了 ，N 分之 summation ci 的平方乘上 MSE， 是这样。啊，假如 Ni 是不一样，这边就除以 Ni，summation 的时候就 Ni 分之 ci 平方的意思，好不好 ？OK， 这样子。那假若我们把这个式继续再给它动一点手脚，分子分母都乘上 n 平方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呢？分子分母都乘上 n 平方的时候，你的 n 平方乘上了以后，所以下面变成多少？ summation ci 平方乘上 n 乘上什么？ MSE， 这是我们的分母。分子呢？把 n 平方放到这里面去，所以变成什么 ？y 倍就变成什么 ？t 倍 ，total 就变成这样。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公式 ，f 它的分子呢 ，summation citi 的平方。然后分母呢是 summation ci 平方乘以 n 乘 ms， 在这个公式里面呢，这一个 f test 呢，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s， 我们不是说每一个 contrast 我们都要算它的 ss 吗？它的 ss 有多少？就是这个。然后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等于一，所以除以一了以后，还是叫做那个的 ms 的 rank， 这个的 ss degree of freedom 是一，所以它的 ms 还是这样子。然后这个 ms 呢，再除以下面的 mse， 就是它的 f test。有人又把它称作叫做 q 平方，用这样子的表示。OK， 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ss 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算这的时候，我们可以就直接算这一个 ss 或这个 q 平方。所以 q 平方的公式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只要算 q 平方或是每一个 contrast 的这个的话，就是这样子。每一个 SS 算出来，那有 CI 嘛，然后 CI TI 把它算出来了以后，那这个 SS 就算出来了。啊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一，那你算出来的话，假如写出来的这一个 CI 这一组是一个 orthogonal 的话，你应该会看到我这几个 SS 加起来应该等于 SS 这样。
跟大家讲 SSG， 假如加起来不等于 SSG， 就已经算错了，了解吗？啊、嗯，所以应该等于 SSG， 所以就是这样子算。好，我们接下来。